呢啲咁出色嘅男人，无论喺边度，就好似家中嘅萤火虫一样，咁鲜明，咁出众。你忧郁嘅眼神，唏嘘嘅鬚髻。不过你虽然系咁出色，始终行有行规，叫鸡唔使俾钱啊！讲感情都要俾钱噶。咩话？个猪佬唔肯俾钱，我帮你拖埋喐佢。咁你老母系唔使识听啊？啊？行出去啊！最捻多人嗰度啊！一分钟内我见到你，我打捻死你啊！屌你老母，走啊！